嗨，各位晚安。现在我们刚好跟大家分享，就是在帮，就是准备要让他带回去的欧米亚给。今天看起来好像蛮多的哈，都是吃的，都是吃的。密麻花就那间台中买的，对，那间台中买了两包密麻花，啊，还有这个牛轧糖，小菜店的牛轧糖。还有那天在冯甲的这个糖葱哦，对，糖葱。No， 明仔载的早餐。还有这个鱼酥。阿里瓦斯 tomorrow 还是可以，哎 ，tomorrow。啊，弟可以吃啦，可以吃。哎、我明天在隔壁再买就好。啊，还要买这个好朋友红茶。3.1克奶茶，还有铁蛋，还有这个、哦，还有他们喜欢的这个什么果干，嗯，让他带两包回去。还有这个是，这是什么？八节的蛋卷，哦，现在不是很流行八节啊，很流行，对对对，啊，还有这个凤梨酥。全部的整理整理，帮他整理，让他回去还可以吃到那么多东西，开心一下。其实也还好，没买什么。对啊，就是一些，就是一些细修啊。细修啊，点心对。可回冲式奶茶。嗯，奶茶可以回冲哎，可以回冲。没有买过，我第一次买，因为我想说好像很有名，所以就买看看。那这些刚好就待会就整理整理。你在看什么？我买这个是荔枝的，啊，它这个怎么没有芒果口味的？哦，没有芒果口味，所以我们已经有买芒果啦。哦，但是觉得这个 QQ 的应该芒果干，这个应该会很好吃啊。这个跟我们那天 Seven 的那一种果冻有点像，欸，有点像啊，但是它这个应该是里面有蒟蒻吧？对，它是写蒟蒻，对，里面就有一块硬硬的那一种。嗯，我是因为觉得它是荔枝，我才买的。啊，因为日本没有荔枝哈。就啦啦，五块买就贵了嘛。嗯，荔枝啊，芒果啊，但没有那个荔枝干，我就只有买到芒果干。荔枝干应该不好吃嘛。荔枝干哈，对，然后龙眼干哈没有荔枝干，对不对？嗯，荔枝干不是拿去做面包了吗？哎，欸，好像是哎，欸。对啊。那个五宝村面包不是很有名？哦，对对对对，我买过呀。那现在我们买两包芒果干。芒果干应该看一下。我觉得它这个芒果干还蛮天然的，因为它没有奇怪的那种很深的黄色啊。啊，对对对。欸，各位，像这个芒果干哈，有的那种，你如果去买到那种颜色啊，就看起来超级鲜艳的，鲜艳的黄色。对啊，你要去思考一下，它为什么会这么鲜艳？因为我们一般要用下去，它很容易就黑掉了嘛。我们自己也有烤过。我们自己也烤过。那像这样黑黑的是正常的。对，它是正常的啊。有的那种整个超彩色的，有没有？好像那个广告原料一样。而且它这个哈是肉比较厚。对。有一般有的会压得很扁。对。然后大大一片啊，它这就是没有特意压它啊，所以它吃起来我觉得特别 Q 吧。特别 Q。因为就是比较果肉比较厚。对。就是那个保安宫。对对对，保安路上那个饼干行，卖饼干店的，对，嗯，对，他买的。然后我想说，这个弟弟去的时候会带那个高山茶，然后我想说这个红玉红茶，
买一包，他们可以在家里可以泡。对，对啊。这个是让他带回去，那弟弟去日本的时候还会再带其他的东西。弟弟带的就会带更特别的。啊，更特别的东西。那天直播有请教很多朋友嘛。哎呀，你这算细修啊？对，这算点心，让他带回去吃了。对啊，对啊，咱们早起的较好啊。对啊，那这个金丝蜜娃花就是那天我们在台中买的那个，刚好他有在现做。我们买一包90，我今天在卖场看到一包130。哦，对啊，哎，各位现场买一包90块左右啊，而且现场做的啊，吃起来比那个在卖场吃的还要好吃，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一很做起来，那个时阵。上酥上好吃、嗯、啊！我之前也有买过那个卖场的啊，哦，它就是可能放的比较久，会比较硬。它还在保存期限内，但是比较没有那么好吃。对，但比较没那么好吃。那当然它那个，我觉得那个东西吃起来就是现做起来的时候，那个酥脆的口感最好。因为我之前回去台中哈，或是在台中的时候都会去买，我会发现就是现场买的跟在那种一般卖场在卖的，吃起来味道是完全不一样、嗯，一样都是他这间的蜜麻花，啊，大小包装也都长得都一样，其实就是只是差在放久一点，对对，跟你这昨天做的这几天吃起来，跟你在卖场放一两个月之后的，其实吃起来还是会不一样，我觉得差蛮多的，对，差蛮多的、嗯，所以我觉得各位如果说有去台中可以去买。对啊，对啊，啊，不然你就是要看你在卖场买的时候，你就看一下那个日期啦。对，日期就是尽量离它刚做好近一点的时间啊。啊，不过它这个哈，各位，如果你到现场去啊，在那个市民广场那边嘛，中心街，你如果说要去的话，可能也不见得会遇得到现做。哦，对，他以前都会那个什么，现场大概也只有几包而已，卖完就没有了。但是我觉得它好像是那个过年期间啊，哈，还是什么节日啊，也做较侪啦，也做较侪，现场靠糖啊买，啊无一般伊干呐，平常时啊去时阵量都不多，嗯、都是定做的。那、啊、这个糖霜本来哈那时候应该再多买一些，它是说那个龙须糖，但是龙须糖是不能放。哎，龙须糖当你的价呀。那这我感觉这物件好吃一包就好啊，没有要干啥。哈哈啊，是啦是啦。其实少少也较好吃啊。所以东西整个聚集起来其实也很多，这个一点点，那个一点点的嘛、嗯。一包一包这样子，大家还想说他不知道装不装得下。嗯，啊、还有凤梨酥就弟弟还会再带其他品牌的去。对。对啊。应该可以了，他有行李箱装一装啊，他的书装一装，应该还好吧？嗯，我看他行李好像这样装就差不多吧，怕他装不下。可以啦。可以啦哈。哎、嗯欸，我在想说他那个台湾泡面，我本来想帮他买，但是因为我想说那个都有肉制品，真的可以带过去吗？哦。我不知道他们可不可以，我不确定，不确定我就没有买了。对，我在我们台湾是一定不能带回来。嘿，哇，所以如果说万一如果不行的话，他带去好不好造成麻烦哈？我是这样觉得啦。对，对啊，所以我是完全没有拿。哇、哦，阿伯泡面，台湾泡面，因日本人应该嘛是爱吧？口味无同，应该想要吃看卖。对对对。啊，但是我是怕。到时候出关有问题，嗯，对，我没有特别去上网爬文啊，是，对啊，所以我就也就没有买了。对啦，因为那个他如果说像我们想买那个之前在讲的什么买那个满汉牛肉的那种有肉的啊，嗯，我、哦、那个可能比较会有问题。我不确定会不会有问题，那个就是要上网去找资料。对，没错。好。各位大概就是这样几包啊，1、2、3、4、5、6、7、8、9、10、11、12、13、14。我们再想想看，到时候可以再买个什么东西，再跟他增加一些吧。
好，那大概我们现在准备的大概就是这些。可以让他去家乐福挑他想吃的、啊哦。对，我们再让他看他挑什么东西。好，那我们就先这个准备的东西大概就先到这里。嗯。啊，影片先也先到这儿，我们要准备去吃饭了。嗯。好，那就先这样，下次见，拜拜。